或者阿胡生，你先講一講我哋跟住嗰個安排啊、收飛啊等等啊。好啊，咁我睇到都順便公布一下我哋嗰個初步嘅計劃啦。啊，咁我哋預算咧，我哋嘅示範單位咧，將會咧喺週三、星期三會開放俾公眾人士參觀嘅。初步計劃咧，我哋喺開放咗一日之後，星期四就開始正式嘅收飛嘅。今次嘅價錢咧，我會形容係普天同慶價。買到就開心，事實上呢，以樓盤的性價比，無論你是單身、首次置業，或者是小家庭，或者是換樓客，甚至乎是投資收租，都是非常之吸引的。事實上呢，近日的樓市呢，可以見到呢，是利淡的因素呢，是開始退卻，而利好的因素呢，正是漸漸地是強化之中嘅。最近聯儲局都有公布嘅數字咧，顯示到咧通脹已經受控。相信利息可能更早會喺明年首季見頂回落。亦都係咧，我哋見到咧中港嘅經濟咧都係繼續復甦緊嘅。本港嗰個住宅租金咧今年以嚟咧升勢持續，頭九個月咧已經升咗8% 到啦嚇。咁而且咧，係一路都係嗰個勢頭咧，仍然係向上嘅。最近嗰兩年咧，其實一手嘅成交咧，都係10,000宗左右，係比較偏低嘅，比過去嘅數字咧，個平均宗數咧低好多添。即係顯示到咧，市場咧係儲存咗係龐大嘅購買力，只係等待一啲吸引力嘅樓盤咧係爆發。我相信咧，明年嘅樓價咧係可以重拾升軌嘅。亦都有朋友咧，今日問我關於投地嘅。一直以嚟咧，我哋都係非常之勤力，差唔多咧，政府每一次招標賣地，我哋都積極咁參與嘅。亦都係同時咧，恪守我哋嚴謹嘅財務紀律。剛剛URA 土瓜灣都有6張標啊，反應唔錯嘅。我哋亦都有份落標，一睇得到咧，大家對於補充土地儲備咧，係仍然有莫大嘅興趣嘅。好，唔該曬。咁自實尺價係萬頭啦，其實你胡生同你交代咁啊。自實尺價萬頭啦，其實你會唔會覺得之後嘅新盤嘅價格咧，都係會即係繼續向下去試下咧？同埋二手嘅樓價繼續跌啦，一手嘅活動都未夠復甦，咁其實你覺得嘅樓價嘅走勢會唔會都係要 keep 住咁跌嘅呢個趨勢？我哋樓盤咧就享有呢個係交通網絡嘅優勢啦，而啲周租咧就個配套咧非常之完善，好成熟嘅呢個區域，前景亦都好好啦。咁我哋對我哋個定價咧就非常之覺得非常之有吸引力啦，同埋好有信心嘅。好，多謝各位，唔該。請訂閱我哋嘅 YouTube 頻道，記得撳埋個鐘仔啊！